他说我存档损坏了。真的？屁嘞 ！Retry。这样快坏掉了，存档炸了，存档炸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会 data error 啊？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在卡在时空隙缝，卡什么？出来，我卡在时空的隙缝里面。不是，哎、欸，刚才真的是我 carry 哦，观众可以作证哦，我刚才真的超 carry 的。我这边也可以拿到那个。PD 应该死几次？大概十次有吧。我刚才只死一次哦，而且我刚才一直打尾巴，超强。哎，这是有矿石，它可以升级那个熔炉。哦，这个是矿石是不是？对，它这个可以升级熔炉，20个可以升级一次熔炉。我们要先回家把装备先升一升啊！哎呦，就我们要，我想要先去打一些装备。哎、欸，等下，刚刚打那只网叫什么吗？怎么没捡到？还不是你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被打被攻击，我靠！忍者龟，这库吧，这是库吧，忍者龟头痛。那有那个硬甲壳吗？我要两颗。不是，哎、欸，我花那么多，我快花了三瓶水把王打死，结果就黑雨一个雷。黑雨哦、喔，我中间没拿到哎、欸，白打了。没关系，我们重点是打王，我们不是有那个重点是王会喷装啊，感觉。哎、欸，掉东西超好的，都没捡到。那我们再去打一次。不要，先我要先去，可以先去第五关，先做我要先去第五关拿。先做装，我们先去第五关，好。先把装备全部升级啦，装备全部升级。那我先传，我看直能不能直接传过去了。Travel， 准备了，传了。有人说黑羽才是 boss， 哎、欸，超雷的、欸，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、欸，超烂的。你不是 boss， 难道我是 boss 吗？而且我们还没有吃到经验值，真的，我经验值没吸到，超酷的啦。我觉得这款游戏我真的还蛮强，因为它有黑暗灵魂的影子在里面，所以你们觉得我刚才打得超好的，超我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我觉得我都不知道什么技术好不好什么，我只知道有一个很雷，我们辛辛苦苦赔上好多条命，结果什么东西都没吃到。好啦，我们过吃东西过往云烟了嘛，往事别再提了，我们就啊，我们就放过他。你还敢讲对啊？你不讲的话，人家还不会觉得怎么样。你讲话的时候没关系，我们就公干他吧。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怕你讲话说哦，对不起，我会下次会努力的，那就好了吧。你还会对啊？观众开始洗我评说黑羽雷，黑羽八七，你不八七，难道我八七吗？不要洗，不要洗。都想要过去评，真的想打他，超想打他。为什么游戏没有 PVP 啊？你不觉得真的很想打吗？大家可以挖他脚下的方块，让他跌到虚空里。可是前提是你们挖的速度要很快。观众说帮你找台阶下来，还在那边，超好笑的。自己找另外一个坑跳嘛，没办法。等一下哦，哎、欸，有没有路可以上去啊？现在有火焰骑士，要小心一点。对啊，晚上的时候会有，晚上会有。所以第五关要直接进去那个洞打吗？那边有 BOSS 吗？第五关主要是要来这边拿一些就是硬甲硬壳，因为只有这一关还有另外一关有而已。是啊，硬壳能做什么东西？它可以做比较好的弓箭跟那个装可是我不需要弓箭啊，我要那个法杖。可是为什么后面都没有法杖可以做、啊？可以有，都还有，都有。可是我看二阶里面没有啊，因为像一阶的剑，我一阶没有弓箭。然后二阶的时候才会有弓箭可以做，那可能你要到三阶，而且他法术书我也不知道他的用处是什么，所以那个可能要去研究一下。有人说特地跑来黑羽台蹭你八七，有黑羽先输87%，对，啊，我有天呀！网络上可以在网络上跟一些人玩吗？可以，这个游戏可以跟网络上的人一起玩。对，你要先跟你的朋友组队。他、可以杀人。番茄掉掉。好。啊，对对对，上面那个奇奇。你们这一关有看到石头吗？普通的。很少，这一关好像没有。上一关这边有个地下城啊，你要过来吗？
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地下城，它就是有个洞口啊。干道夫，这个是吗？干道夫在哪？那好像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啊、喔。不是地下城。对，好痒。我看热狗拉斯快死掉了。好痛！加油！白天才会吃那个啊，七骑士啊。什么七骑士？七骑士。啊，硬壳。好痛啊！我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我还缺一个。好，我再帮你刷，我再帮你刷。晚上来会比较多啊。好痛啊！我快死了。他说：“你以为在孟罗克今日他打怪吗？待会要打那个青骨卡。”青骨卡。其实我觉得黑羽应该改个名字，因为我们有甘道夫跟拉格斯，应该改要什么 Folodo。不是，他要他改咕噜。对啊，改咕噜或改，然后皮蒂改金批。咕噜，所以你是金批改的。皮蒂是金批。不要，我要改成。可是现在没办法改名吧？不是我没办法叫刚毅雷大叔吗？不行。这什么废死？哎，好了吗？我要踢 B 回去哦。好踢。好啊。你要确认那个拿到了没？你的硬甲还有一个吗？你那边有？我没有拿到硬甲。我身上有。那我等下给你拿。我有五个硬甲。好，那我给你拿。我没有硬甲。等下再来刷，等下再来刷好了。我现在被围棋是围殴了，你们赶快 TP 我现在陷入交战。有了。中介龙变强了，真的很棒，一哥。是啊。还好。Billy Billy Home， 我觉得这游戏真的还不错哎，只是玩得很开心。重点是游戏体验啊。有人说玩到10个小时之后就会放弃，为什么？他说后面挖材料很累，可是还好啦。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你跟朋友一起玩，你不用拿到很好的装备也可以打。就像刚刚那样。可是我觉得农也是一种乐趣啊，实话讲。我是不喜欢农啊，本人不爱农。哎，各位。我可以装潢一下家里吗？可以。我们不是拿到一堆那个雕像吗？我把雕像围一圈，把家里的门给堵住。猛男俱乐部，我们已经不是中年男性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家大门口在哪里啊？我们家大门口是谁？我们家好像没有正规大门。这里有石头吗？我需要有那个魔法师的。魔法师的装备，闪避的几率增加4%。耶，终于有了吗？我有一把弓，终于。还有吗？可以帮我再做一把吗？做完就准备冲下一道了。我把硬甲先放回去，如果有人要先用的话。十字弓。不是啊，法师没有法杖啊。很可怜欸，法师到底是……欸，我好像捡到一个汽油，那个欸，好怪啊！谁把哥德妈的幼苗放在我这边啊？欠打、啊！欸嘿，为什么谁放炸药啊？刚刚哪个八七哦？白痴哦！你是黑羽哦？嘿，谁发现？谁发现？你要把家里修啊？是八七耶！我只是想，我的东西不见了。我还想说为什么突然多这么多种子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黑羽啊，脑哎、欸！找黑羽来玩这个游戏就是一个错误。不是，我刚刚是想说，我怎么捡到一个东西？我想要试丢看看。不要，我觉得你可以再找借口了。我觉得你可以再把它吸一点。我现在想把炸弹塞到你的脑里面，看看它会变聪明。我刚刚整个就……我那边要弄铜矿哦，不要把铜矿拿走。他们说黑羽不意外，真的啊，黑羽不意外啊。有啊，在地下。黑羽要霸凌你哦，黑羽。不要霸凌我啊！设计图做铜制小刀哦，所以他的武器是要打设计图才可以做，是不是？先让我做武器。啊，我看你还有什么东西给你。你放哪里啊？你放哪里？底下。底下哪？底下的箱子里。哦，下面的箱子是不是？对。哦、nice. 因为我怕有人又会不小心把它用爆了，我很害怕。我怕有人会把它炸到那个地底去了。谁啊？等下就杀掉他。谁呀、啊？好想打、啊。还好只有那个 PP。不要阻止我！不要阻止我！不要干涉我！
要不是有人拉住我，不然就死定了。对，大爆！等一下，怎么好像小学生在吵架？为什么有一个同乡躲在这边，感觉好像受委屈哦？这是我盖的，他感觉好像很受委屈，有没有？你们在角落，躲在角落，什么东西？你看，地下室有个同乡，他好像就是在诉苦。这也太可怜了，为什么放这边？等等等，好可怜的感觉哦。而且他还缩成一团，说被霸凌呢，这个。霸凌。黑羽，你可以站另外一边吗？这样可以对称。我觉得你跟他组合起来还蛮相像的。对，我觉得黑羽跟他结合起来应该 OK 的。不行，你家地下室被我炸掉。什么被你炸掉？你又要炸了？我怕我手误手榴弹。哎、欸，你那个硬甲硬壳在哪里、啊？硬甲我放在这边，等一下他。好，我放。黑羽，这是白痴！对、啊、竟然在东西还在。黑羽啊！妈圣，死你妈圣！哎、欸，自己去站在那个石像旁边吧。对不起，你要负责把它修好，你已经炸很多洞了。好，来，这是意外。我再也不相信你了。我觉得这好危险了，我要把它放在箱子里面。有人需要弹弓吗？你需要弹弓吗？哦，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是有够屌，一位。黑友帮你做了一个地牢，你可以自己躲进去吗？不要这样，把它关在里面，我们可不可以限制一个黑羽不能进去的区域？不要这样啦！我有关个禁闭房啊，叫黑羽去里面。哦，禁闭。不要这样，不要欺负我嘛！不是我们欺负你啊，是你真的是太欠太雷了，各种搞破坏。没有，那是意外，真的。你们拿到手榴弹，你们也会不小心点到。没有，我都没有。我们根本就没有点到过啊！不要把自己的错误归咎在他的身上。对啊，爱归咎，这是好事哦。归哥，我没有归咎你们。排挤他！你炸了这么多，我们都没讲你。而且你失手一次就算，你还失手两次。对，真的，第二次我整个快要。第二次你就是故意的。没有，第二次也是不小心的，真的。我要把弹弓拿回来了。我看一下，保护是怎么回事？对、欸，我们骑士团还蛮帅的啊。皇家骑士团，你还敢自称皇家？如果你是皇家骑士团，我觉得你当个礼拜你就会被光了，都会斩首了。处决 ，execute。可以不要这样霸凌我吗？这不是霸凌，这是实话。就是你要先自己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。有，你可以当弄臣啊！哇塞，哇，对吧、啊？我觉得你当弄臣还蛮适合的。好了吗？走啦！我只是让我们家门前变得更加美观而已。屁股酸。哦，能把那个拆掉了。走啦！现在在哪边？再去哪里？现在的话，我们六号下面还有个地图还没去耶，要不要过去看看啊？六号下面，因为他这边说我们只开了一个传送门，还有一个传送门没有开启，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哪儿？不是这个，这个好像是打 boss 的啊！完了，取消不了。啊！两死升天啊！要去魔王吗？不会吧！又要打魔王啦？没有啦，这不是啦。现在打魔王应该很简单吧？那到底是那个洞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。对啊，我们直接从十等地图开始。十等吗？直接跳打十等啊！然后好、啊，那走啊！那个，不然就要对，我们要收集鳞片。啊，去了！不用啦，不要管他，不要给他武器吗？对啊，他的武器如果拿得很好的话，他破坏力变更高，就乱拆了。不会啊！哪一天我真的会失手用拳头打你？在攻击时的时候，我们就打了，到下一个拐子在脸。我不知道我拳头那么有威力，原来一拳把你打死，是不是怎么不好意思？